这算是拍完了，你是不是有话想说？没话想说吗？这要上台了，很开心。耶、yeah ！你感觉今儿你怎么这么兴奋？不兴奋啊，我只是想多站会儿，疏通一下血液，怕等会儿跳着跳着晕倒。没问题吧？啊，直接过来。来，我们德国老师，我们试一下特效的气柱啊！我们试一下特效的气柱啊！来，林林导演，我们台上安全可以试。林林导演，你要试吗？卫生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好嘞。啊，一会儿等我们机械变化了，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啊。啊，紧张，紧张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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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们下一周了。
啊，要不坐到车台上，要不坐到我们的话题区或者语言区，省得打直了，把我们这个区域分开啊，要不别动，因为我们这有机器，里面一动我们就机器走，手打机器往坐是吧？录到 dance break 结束啊，录到 dance break 结束。今天差不多三点半了，我们放一下一分十秒，一分十秒，三点半。都快到飞姐三点半是吧？那这样，那就三点半结束啊？为啥不一点半结束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四点半，一点半是一样的。但是一点半结束，我的工作不会是？那还不是五点半、六点半、七点半、八点半结束？人文生成不一样啊，那首凌晨八点半。那我今天唱，今天唱一点半了，就是工作喽，这样一个。你每天你就每次唱到最后。那我今天唱一点吧。一点半就是工作后家里干的事。你现在是蔡老师过去直接跟他们合一样。我不知道你就是下午一点半还是凌晨一点半。一点半是凌晨一点半。是拍的问题。拍的问题。看这个和他看他那个后面一样。嗓子一下好深呀，不行。开课亮度。不行，咱那个不行。那在录歌，录到后面真的就是九十多分。大哥。现在感觉还是控制不住吗？好的，来，谢谢各位老师，我们准备实录，谢谢。来。实录。他那个火很帅，喷出来是两个翅膀。如果再加上延时摄影的话，延时的话，它就是真的是一个火的翅膀，还挺帅的。可以把我烤黑一点。我觉得现在健康肤色，对，还没太黑，再黑，可以了，可以。现在这个刚刚好，现在的健康嘛，健康很好。每次化妆都整得好白呀、啊！你不喜欢白是吧？好，来，我们再试一下，我中了，来，谢谢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来来来来，这样可以吧？不客气的啊，来，然后 go， 站着的，对， go go go。淡定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。Oh baby。前面是啥来着？啊，三四六，没有，就都是这样。然后你先往后，然后来车门二，有几个？那就是大肩膀，大肩膀，肯定是大肩膀。来，啥？大肩膀，来吧。我就记住了那个转身，然后搭肩膀。我们出来一个都做好了。看医院，医院级，你肯定记得。好，我们都出来。来，五、六、七。撞好了啊！
来，吴斌老师辛苦，来上来，我们把我们的语言区还有中午团的人亲再拖一下地，感谢。Go go go！ 一样的。吴老师，辛苦了。辛苦了。有人高兴，有人哭泣。所有的机械。感觉这现在这，没事，可以网络上唱的好了。如果专业公司，然后再来一遍。大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。他眼睛虽然大，他也看不懂啊。好，你老师应该教你的屁股。可以啊，你就太萌就好了。这没事，就是我觉得是这样，大家好玩自己，咱们就是一个互动。来吧，所以就是应该会了。可爱，就是。看着别了，看着。这从这儿开始啊，哦，没有，进来，来车台二，现在十一个人。我进来，坐在二十三。然后再坐在一样。我们这个头，这个头，这个头，头顺，头顺，头顺。啊，不是三分了啊，我们从头顺啊。录制不打断啊，我们从头直接录到尾，不打断，中间不打断。所以就是所有的机械各小全部按照从头到尾。然后最后摆一个 pose， 然后马老师就是最后就是。最后你就这样自己来摆帅帅一个姿势，然后配合帅吧，好，一百步对吧，一百就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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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打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边录制，我们的观拍的老师、美女的老师都需要到监视器的位置，我们要用大镜啊！感谢大家的配合，这一面不能观拍，谢谢。其他人一律不许拍照。啊！啊，需要什么节奏还是？音乐吧。音乐。没。对。哎呀，我要先这个，然后大大大大大，然后再。六七。哎。怎么说嘞？一个耶。来坐一下。来，咱们舞蹈演员辛苦了，来开讲。我们看到椅子，然后扭屁股啊，根据我们各个区域的负责人，来扶椅子 ，pose 结束，恩你啊。OK， 再来一遍啊，是的，再来一遍啊。少宝呢？少宝，少宝老师，廖鑫，认清你场口人，啊，摄像师。好吧，认清你场口的摄像老师啊，一会儿除了我们顺道的摄像老师以外，其他都不能拍啊。在我刚才说的三个互联网拍摄，其他都不能拍照啊。3 2 1 2 1上台了，你什么感受？祝福你，会说，加油！
下次应该是十号，但我得明天拍完广告才能。所有内容都了解。虽然我才大一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以既然你这么优秀，今天晚上播出的主持人的标准来要求。当然当然，毕竟是面向全国观众的。毕竟这个还是在大家都要来，是一个很严肃认真的，对大家都要评判。所以说，不能因为才大一就以大一的标准来要求，而且还向往前，就是要大家严格的这个说出来。好的，一样的。因为我自己也看出来了有这些问题。医生好及前就像我当时录光影前区做的，我前两天去看的。注意你们的同事啊！我在说什么？得让他们服务一下的工作。你是脚又疼了吗？啊？我说你是脚又疼了吗？不是啥？我说你是脚又疼了吗？还是？哎，去十多号。最好不会说这个，我去玩了。我已经去了。哦，我们先体检呗，去体检。啊，我也想体检。我们先去跳伞。我要去体检，你搞的。去什么体检啊？我是这个三 S 的。你去哪拍呀？不是，三峡呀。去体检，然后我们拿三峡去哪？我给他带了。怎么回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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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人。是吗？没空体检，我怕体检。我们是不是没在视频里解释过体检是什么梗？不不，你是可以讲。要解释？可以可以。张哥，张哥，他说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体检。对啊，就是我记得真体检。OK 吗？这次是真体检，我多诊，因为我也要去。哦，对，但是之前那个体检是因为本来是要去，开始，可以开始，可以开始，因为开始吗？来吧，来，欢迎时代少年团，欢迎时代少年团呢，也是我们北京电视台春晚的老朋友了。今天呢，有很多观众都在等着呢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请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们给我们大家。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然后给大家拜个年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。Thank you.
这个电梯有阴影的，呵。哦，对，上次上次来是吧？不是这个电梯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有个不是这个，是那个厕所进来到，它是两边开的，不是是那个，不是是那边，是那边厕所拐过去的那个电梯。对对，那天我们去上海那个电梯，上一次去的酒店那个，酒店那个，直接往下降。有的人来自，你别用力，你看你越用力，不会，重新来一次，重新来一次。就是这个电梯，是这个，就是这个电梯。对，腰上次腰儿都被吓出表情包了，都。就这个电梯吗？啊。来，我们来干嘛呀？来，威廉，我上次不就拍了吗？好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强化。坏了吧，你这个，你这个太坏了吧！哎嘿，成功了！好，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棒了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个反应还可以再支持一下。快了，都还没喊呢，就是这样。你预判了我的台词。对对对对，不是烟花。软的，软上最好吃。嗯嗯嗯，外公真有啊。对。好，我们还是三四。不差了。好。你说啥？亏钱。啥？亏钱。叫谁啊？快点。输了，叫我老天。快点叫他名字。哎。你输了。你输了。你本来叫对了，你为什么叫我？不让你，所以我们还要拍平面是吗？就一张，拍一张合照。行，在这儿吗？我们远在这儿，这个世界上，老师已经在下分了。很远的东西，回去再不来。小呆呆说的吗？懒洋洋，就结束了。你信不信？你五天床垫才会碰床？什么？而且你还得洗洗头，啥的，你也是。回去吧，哎，别拍了，明天拍呗。别今天拍，别谁住酒店啊？二一个人。你放电视，他们谁住酒店？晚上。住了，住啥酒店？好聪明。对。跟过去不一样，别说你，我这是。那也不要上去吗？他酒店，酒店跟那别墅近啊。我。啊。这不错。我的。上上上上。上上上。那我说实话，你看别的比较漂亮。我感觉得，那我这个开始一，真别搞图片二，四，别这样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你们还是二一三。不是你们，说二，你说开始，干工作。三，你到时候把我拉下来。这谁？这谁在拉我？坐侧边。这侧面是一张躺着的，腰疼。对，坐在腰疼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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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三点半了，真不了三点半，明天三点半，狙击瞄准你了。消失了呀。来了，对，右边，他修了一下，可能把电梯修好了。不是这电梯吧？是这电梯啊。是呀、啊，那次我们在金匠班。不是修的。刚刚。谁走？谁走？几个？几个？几个？五个？五个？你抽到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抽到了。对对对对对。五
好嘞，来，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